这才是真正的民间高手，江夏儿，你玩到出神入化了。民间最强夏米哈，来打一个红名高手哈，来看看对局。这个红名高手也很厉害哈，29级，但是最强夏米是30级哈，这都是绝对妥妥的二线顶以上的高手了，将近一线了，就差一级，然后差距这么大吗？直接被破了费了。Round two，有点东西啊，看看这一把能不能动，不让动啊！啊，雷霆之杖，来！这波打点你看啊，高手的打点，有时候你就刚不到，就去下棋牵制，铺地也铺不中啊，闪现抓了这一下跑不掉啊，必须得第一时间抓，不然的话这个蛋逼或者下棋他就防住了。好，再来摇起来，远程牵制。你看呐，下地转球，他这一招直接破掉你了啊！雷神之杖破你的这个下地转球。你看他还可以破你头上符，这招很好用啊！继续。先从后撤，马上吹炮，击击再炮，太稳了啊！牵制太好了呀，超杀！啊，点个赞直接看啊，很牛批的样子，有点东西啊。用取消再来吹泡泡啊，这样可以打出一些插合效果，打乱对手节奏。哎，这一波打点不太好，卖血抓。哎呀，什么鬼啊？5连都出来了呀！这能失误的？有点紧张啊，我感觉有点紧张。底下，啊，继续雷神，继续。这一下逆向要吃必杀了，舒服。来吧，让夏米给你吹一吹哈，让你老猪享受享受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咋地？这些进不了身。夏米玩得好的话，确实哈，我去啊。他的牵制能力是真的有一套的啊，就只是看你会不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打他啊，去练他，有了吧？牛逼！关注就多飞点。